你那个太废了吧？太废。你有看过我的相机吗？让我瞧瞧。他相机防水呢。他相机很会游泳呢。你要露营啊？我们台湾的，我们其实现在已经不叫成都山羊，叫野山羊。好，那野山羊它的便便比较长，长椭圆，那他们的便便是比较圆，它不太一样。好没有。对，这两只吧。羊还是会形象生病，他在跟我们打招呼。山羊不会，但是这种羊，你晚上去陪他玩，没有那么急。他在撞你吗？撞死你！像台湾的野山羊，他断脚，他不在跟我吵吵，他断脚。对啊，他的脚断掉。嗨，哎，头发，拜拜头发。哎，你冲进去了吗？那干嘛？在录影。就好。